都唔系话好多人留言啊，咁希望大家咧积极啲留言啊，喺我啲绝对玩 D N 度影片入面咧就多啲留言啦。好，咁首先就睇下先，其实就我都冇话边只想特别想要嘅，可能想要又有机会系百变怪，百变怪，因为其实呢个泛用性其实都几广嘅，即系你催眠咗佢，但系都好容易死啦，但系几有用嘅，我觉得。好，不如就百变怪，系咪呢只？系咪呢个啊？我冇记错啊！我冇记错，好似系呢位百变怪。咁我哋打多次道馆啦，好，即刻打多次道馆啦，应该就唔会好难嘅啫。对于我嚟讲，应该冇乜难度噶啦。而家我先应该咁样上转转上 ，OK， 嚟啦，好，应该就有机会输嘅。其实因为呢一个咧特别难打到，好。睇下先，我呢一度其实直接用压制打次龙王先啦。好 ，OK， 搞掂一件。咦，冇中到即系云雀啊，几好呢度，避到啊，竟然。哦，结冰。冇啊，醒啦、啊，醒啦、啊，系醒啦、啊，终于有高音，大家差唔多死啦已经。哇，你震死我！有冇搞错啊你？你震死我做咩啊？唉、哎，佢又要保护啦！你玩，你又保护啦！三个攻击，烧伤咗，唉、哎，仲有解状态果添啊！喂，冇啦，敌个队友真系不得了、啊，你应该换重啊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，一定要换重啦，唔系咁样用保护啦，因为你又冇乜战斗力噶，跟住就会全部打晒落个队友度啦，系啦，即系基本上大部分都打晒落个队友度咧，咁唔系一个好事嚟嘅，系啦，作为队友嘅我咧，必须咧同你讲翻声啊，请你换重，唔该，呢个高音啦吓，因为我哋升个咧高音基本上已经系秒晒啦，可以。因为一嚟等级压制，二嚟阿蛙君特攻向系高少少嘅，系啊。如果冇记错嘅话，系啊，因为我好少用阿蛙君嘅，好少用水队，所以我都唔系好知道。嗱，咁依家就都 OK 嘅，河童出嚟行马威，系咪又？唉、哎，你又保护打人啦、啊，哇！哇，系、哎、OK， 终于打人啦，肯得啦，搞掂。冇记错，好似系呢一个啊。呢、這个孩子啱啱孵化嘅，系啊，啱啱孵化百变怪，你敢相信？哇，呢只系加工减速喎，虽然冇乜所谓嘅，因为我唔会拎佢生仔。好，我谂呢只应该都唔使话去到生仔阶段啊。有冇人玩绝对云啊？系有孵过蛋嘅。我听讲咧，有啲人咧，即系有啲玩呢个 game 嘅玩家咧，系有孵过蛋，特登系连重啲嘅。我真系好似冇乜点试过。好。依家去后面咧，后面佢就话有考验嘅，考验呢度好似系攞呢一个启暴龙，迷你龙，咁啊由迷你龙升上去嘅。好，你嚟到呢个龙月咧，即系你攞废咗啦，恭喜你啊！我要做嘅事啱啱做完啊，我呢度有几好嘅技能俾你，完成任务即刻翻嚟。唔好意思，我手机咧声音太大，我仲有事要走啦。零五系咩啊？系咪冲浪啊？啊，冲浪。我哋俾河童学住先啦，啊唔系河童有冲浪喎，我哋玩一隻重俾佢学啦，好，因为费事咧咁样咧嘥咗个位，因为咁样太过浪费啦嗰个位置实在，先取出精灵。我哋嘅精灵系大美利啦、李鱼龙啦，同埋呢只嘅蛇纹熊。咁啊，蛇纹熊换走只百变怪先啦，系啦。等到最后一刻，我谂先有机会出场嘅。即系譬如系四天王，系啦，有机会出场嘅都。但系四天王之前，我觉得冇乜出场嘅机会。因为百变怪咧，佢嗰、那个佢未变身咧，佢功力太渣啦。唔系，应该系话咧，佢未变身咧，个能力值太渣。嗯，好，你大美你学啦，唔要少泡沫先啦吓。
通常咧百变怪咧有呢个梦特性咧，先至叫做好少少咯。即系一出场就可以即刻变身啦。咁但系当然咧都几屈机嘅，就呢、是、一、這个呢一、這个嘅特性。好，水都得啦呢只。哇，出咗啲咩技啊？逆轮。OK。好。迷你龙啊，竟然有，我谂应该好难出啩迷你龙，我都唔太清楚。好，呢个穿过去。加我记得呢个位咧，佢有考验啊！如果你啱晒考验咧，佢俾迷你龙你。好，龙之使者到，将龙嘅石板送俾嗰个女仔咧，冇问题啊嘛，爷爷。冇问题，通过同佢咧战斗，我了解到咧佢决心系几强烈嘅要求，而且我感受唔到嘅恶意，反而系责任同埋使命感。既然阿爷咧真实嘅感受，我都不必多讲啦。龙嘅石板咧放喺度咧，最多咧只系一个象征式嘅摆设。如果咧可以咧俾佢啲训练师用，咁咧作为呢一个摆设嚟讲，系最好嘅出路嚟嘅。点点点，又系通过咗咧衣吹测试训练师。我系道呢个烟密市咧，我系出生地方。呢度嘅长老咧系我咧同衣吹爷爷嘅。呢度嘅长老系我同埋衣吹嘅爷爷。是他的爷爷，我和伊吹的爷爷。OK， 我以为这里的长老是阿道和伊吹的爷爷。你的名字、哦、很有意志力、啊。你来到龙月应该都是想体会龙族的力量，就等着长老指导一下你，我有事走先。欢迎你到龙月、啊、我看来你已经得到了伊吹的徽章了。我想你来对这个龙族的精灵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我都想说的都不多了。作为呢个龙月嘅长老咧，经常会睇到咧成功挑战伊吹嘅训练师面上咧流露住嗰啲喜悦。我后生嘅时候咧都系伊密市嘅管主，即使我清楚咧身为管主咧唔可以咧用全力考验，但系都想感受训练师嘅状态、意志、感情。不过咧对战咧系最直接嘅方式嚟嘅。好，长老大富，哇，咁黑住我嘅呢只，即刻放只鲤鱼龙出嚟先。哇，白色香草。呢度佢而家干咗特工，我哋用龙之吐息死咗，唔紧要啊！我哋用牛蛙军，牛蛙军打赢佢。哇！转一转重先，转只河童，下马威，好喷火龙啊！哦，喷火龙就大剂啦，你闪电拳啊嘛，睇你嘅闪电拳定系我泡沫劲，搞掂。鲤鱼龙乜鲤鱼龙都还可以嘅，先扎走换河童先。呢度用下马威 fit 一 fit 佢，之后再用怪灵国威吓。啊，对面用龙武非常之麻烦。呢度我哋用冰牙或者，我哋用咬碎先啦，试下。不过液态咩？哇，仲要麻痹咗啱啱嗰下。呢度用催眠，冇啊。催眠中，有机会啊！部压制，再压制，哇，搞掂！原来系咁，你嘅意志咧、感情力量咧，同对精力嘅信赖已经好清楚啦。果然咧，每个训练师都独一无二。之前咧，带住咧凤神院个女仔咧对战之后，感受到系强烈嘅使命感同埋毫不退缩嘅决断。而同你对战咧，或者你可以成为道一样强大训练师，请你继续前进，收集好所有徽章，通过联盟测试，你会成为一个优秀嘅训练家。啊，你唔系送嘢俾我咩？瀑布要银色羽毛，不知道道大人，不知道哪个道大人，我們是認識阿道的，我是冠军来的，称阿道的当然是道啦，还叫他大人，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要出去呢？现在，还有这里有路行，没路行，金色喷雾 ，OK。嗯，但是出到去的时候就会俾嗰只迷你龙我咧，冇理由咁迟噶，混咗呢啲是但打都赢啦。哇，龙星魂，我冇血咋，有血死咗啦你，撞死佢，范刺射换河童，下马威，跟住用冲浪，哇，毒液喷射，唔系话唔想输啊，哇，唔系话咁都要输。有机会啊，再唔中啊，哦死咗，用咗一个最快速嘅翻屋企方法，方便嘅话去我呢度攞。阿先，我哋依家系，我哋依家未打啊嘛，有啲做官，第二个未打，第三个未打，
低，跟住水道管嗰个未打。即系我哋依家要落翻去先啦。啊，可以打埋呢个小瑶嘅，试下打埋呢个小瑶咯。睇你攞徽章咯，嚟决一胜负啦。哇，唔得，打唔赢，一太子打唔赢啦，双打。呢、這个下马威 fit 咗只狩猎凤蝶先。哇，黐线，真系有可能打赢咩？呢度再用冲浪啊，双冲浪，真系真空斩，冇死啊，死咗。好，可以升咧，就呢个位度。嗯，我哋用怪力角。啊，奇异花输咗啦，已经又输咗。哇，呢个位置可能系俾我用嚟偷嘢嘅。诶、欸，有机会好似，仙仔之爪可能撞死奇异花，或者令到佢惊啊！飞石踢，哦，死咗，系啊，蛙君死咗，亿万吸收，一嘢吸晒呢、這个泡沫，跟住头突左手面，飞石踢，哦 no， 要 GG 啦，又要俾佢吸晒啲血，眼前一黑。啊！呢、這个位置可以升呢嘅，咁我哋摆喺度先啦。好，诶，做咩？我想揾嘅嘢似乎唔喺呢一度啦。喂，呢个咪阿佛？哦 ，K 先生，食位咧干部感受如何啊？咁一落嚟咧，又可以不计成本满足你嘅疯狂愿望，亦咩欲望，竟然喺度撞到你，睇我哋几有缘分啊！到时话咧就避免啦，而且一个科学家相信缘分啊，唔系觉得好可笑咩？不过系咧阿佛啊，完全睇穿晒，我咧有心嚟揾你嘅，其实系。所以咧，有嘢咧直讲，你喺度揾紧咧呼唤凤凰嘅方法系嘛？你似乎都知道啲嘢喎，算系啦。凤凰咧需要咧有两样物件，一个彩虹羽毛，一个系透明嘅铃铛。最得一提咧，我有手中其中一样嘅一个透明铃铛，并且知道收集咗彩虹羽毛嘅人喺边。所以咧，你谂住要我做咩？哼，真系爽快！你一揾咧板木嘅时候咧，得到一啲人造嘅精灵啊，好似你咁嘅人咧，唔会放过一切任何咧板木嘅资料，当然包括人造精灵嘅研究资料，我哋不妨做个交易。我明白啦，呢啲研究资料攞去啦，继续你嘅疯狂实验啦。咁爽快，呢一度系透明铃铛，彩虹羽毛咧就喺26号道路嘅某个地方，祝你好运啦。凤凰大概俾你捉到，顺带一提啊，火箭兵团通缉紧你。我会惊嗰啲连首领大人都唔喺度组织。但系留心啲啊！火箭兵团而家用紧我嘅实验强化，多多少少都比较劲。对于咧拥有三神兽嚟讲咧，暂时咧都唔会咧，暂时还会构成太大威胁。呢个少咗只字，应该不会构成太大威胁。我已经咧迫不及待进行我嘅新嘅实验，我哋翻去咧实验室啦。血液飞龙飞天，即系呢个暴荣嘅，即系疯狂嘅研究者，难怪都会被以前嘅同伴咧排斥。唔理点讲都好咧，呼唤凤凰嘅条件已经完成咗一半，我可以继续落去啦。OK， 点解你全部都有得飞天，而我就要慢慢行？点解呢？龙龙岩，小小象，混象，好，上镜的朋友，呢度应该落翻去系嘛？我都唔知系咪咁样落去，不过睇个款似系咁样落去啦。我唔系好记得佢点行啦，条路已经。有粒果神金果 ，OK 呢度落去，跟住就翻翻呢个小拳石位。以前我就好好奇啊，呢块地究竟有冇人会入嚟捉小拳石嘅咧？因为小拳石呢啲个样又麻麻地咧，又系石头咧，冇咩人会有好感咯、啊。我谂细个见到小拳石都会觉得，呢只唔系我理想中想要嘅精灵。就算是个样子啊，或者实力上咧，都真的不算话好强。但我相信可能都会有的即可能都会有人中意小拳蛇嘅一开头捉。喺呢个金文嘅版本啊，或者深金云文，有冇人会捉小拳蛇咧？究竟真系唔知道。呢度行得未啊？唔行得喎。我而家仲未有飞天啊，咁即系可能喺呢个黄金城啊嘛，有冇机会喺呢个黄金城呢？可能喺呢度喎。要施工啊，仲呢度咧？喂，你等等，前面施工啊！哇，唔得喎，连我呢度都唔俾过。
哎，等下要打喺度。廿五咧，我咪跨咗，跨咗啊！啊，我记起啦，应该要打潜游水嗰个地方，游水嗰个城镇，应该唔系呢度，我哋迟啲再行呢度啦。同埋应该嗰度学飞天嘅话 ，OK， 呢啲白咧嘅友仔，走开走开走开。好，试下呢度先。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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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嘛？啊，禁止通行，唔俾过。死啦，唔记得点行啦！我要睇翻我自己啲片，我究竟行去边啊？系啦，我唔系好记得点行条路。好，咁暂时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去到打下一个道馆啦。我谂下一个道馆，我哋而家有三个道馆未打，打完呢三个就去挑战四天王噶啦。咁到时咧就睇下。我呢个队伍如何啦 ？OK， 咁今集成日嚟到先，我哋下集再见。中意嘅话咧，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嘅话揿个订阅系啦，拜拜。